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1118B 狼牙棒型的电棍啊，这款手感是非常棒的，适合保安啊、车载人士使用啊。相关的电压参数可以咨询我们的销售客服啊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操作、保养以及注意事项啊。收到后，尾部有个保险开关，我们看一下，把它打开，开到 NO 这个位置，然后一个是第一个是照明开关，第二个是电机开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照明。保险打开，电机，凭空电机单边放电啊，接触物体整个头部放电，所有电棍都一样，我们试一下。啊，关闭保险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手电筒，啊，可以当巡逻使用。这个狼牙棒也可以当棍棒使用啊，非常不错的一个防身武器啊。要注意事项，产品采用的是锂电池啊，不能过量放电，也就是说不能用到一点电都没有再充电啊。感觉没电了，电压变慢了，或者照明暗了，就要及时充电啊，避免它那个产品那个过量放电啊。如果过量放电的话，可能会导致那个电池无法再次充电，就是没办法再使用了啊。充电6到8个小时，正常充电6到8个小时。啊，充满自动断电，指示灯指示的是产品那个有电压输入啊。好，谢谢。